观众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玩这一款游戏啊，叫做Lucy 的 Dream，我不知道怎么念啊这个词，但是我们打开百度，就这个样子，这个词语的翻译的话是清醒的啊，也是就是生病或病愈中那种清醒的状态。好的，那我们现在开始游戏。啊，我也是没有玩过这个游戏啊，里面是什么样子的我也是不知道，具体的话还是看一看吧。我们进来了，对吧？好，进来就是一个画面啊，这里有一个少女，她在干什么？在祈祷嘛啊。然后我这个英语功底实在是不行啊，这个地方勉强认识这个是开始游戏，这个是 language 啊，也就是语言，不知道怎么改啊。我们这点屏幕的话有一个红色小圈啊，散出来。这声音嘛，声音100吧啊，不需要调太低啊，这边是调亮度的，没有什么用处啊。这个是制作者的一个名单啊，这个游戏是在这个 Steam 上免费游玩的啊，各位要是感觉有意思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啊。我们在这里直接开始游戏，好，这里是待入中啊。I feel asleep in bed like always 啊，我这个根据我，大家听我一个初中。啊，初中英语水平的一个人的来给你大家翻译一下啊，我感觉啊是 in bed，我的梦总是在都是很坏的啊，我总是做一些很坏的梦啊，我做梦都很坏的。But I had a wicked dream that day，但是那天我有一个清醒的梦啊。这个故事 about the dream 啊，这个故事是关于。就是梦的，关于梦的故事。好的，我们现在就已经可以开始游戏了吗？啊！我的天！这是个恐怖游戏！好，等一下，亮度能不能调？不能调了，只能调得更亮一些。不是。怎么是个恐怖游戏啊？观众朋友们，我知道这个，我是打开这个游戏之前呢，我是不知道这是个恐怖游戏的，但是，既然它是恐怖游戏了，那就没办法了，哈哈，我要继续玩下去嘛，不玩下去的话，这期视频就没有了，所以说呢，为了观众朋友们啊，要开始了吗？这里跟观众朋友们说一下，我是一个比较，以前也是玩过恐怖游戏，但都是在看过别人视频之后去玩的。但是这个游戏它，白个图哦，这是去主要菜单啊。为什么是清醒啊？我看到那个画面，感觉不是什么恐怖游戏啊。但是就是恐怖游戏，没办法了。好，观众朋友们，我是一个怎么说呢？我现在可能。啊，我以前是不怕恐怖游戏，不知道为什么现在就渐渐的开始怕恐怖游戏这一类了。但是不要怕啊，作为一名 UP 主，好的，在我们在床上打开了一个什么身份夹嘛啊，name 是安娜啊，birthday 是20XX年叉叉月叉叉日啊，工作是 student 的，一个学生。我现在把我那个就是那个话筒拿下来了，拿下来之后，没就是拿过来用手。这里我们拿到了一个手电筒啊，一个手电筒。然后这里打不开手电筒嘛，这个地方。是吧？不是吧？我玩恐怖游戏可能是自己在吓自己。这个游戏怎么操作呀？不是我这个，我这个鼠标位置偏移了吗？怎么回事？什么这是？This is still a dream. I can't wake up.
就是他已经感觉到他就是这，就是说他已经感觉到了这是一个梦，但是他无法醒过来啊。我现在怎么说呢？我现在是靠在我的椅子上的，然后离得屏幕非常的远啊，然后拿着话筒在这里说话。我静一下看一看啊，这个是，哎呦，怎么能暂停呀？This is a pod and lock game. Play the game on until with your mouse long unlock. You can assess the menu on 5% exec 啊，but the game is not part. This game 啊，什么东西？If you end the game back to the menu, you will lose your 嘛，就是说退出啊，看不懂啊，看不懂，不看了。这里是学生的一个名单啊，我觉得可能会蹦出来什么东西出来吓我啊，因为我非常的习惯这种东西。刚刚那边有个可以调查的东西，灯吗？这是。不要出来东西啊！不要吓我啊！不要吓我！不要吓我！不要吓我！好的，我们刚才出来了，说了什么话我没看见啊？我勒个去！不要不要不要！这没有灯吗？It's locked the gate of my fort book. I need a key. 不要不要！我觉得。哦，我们现在是在接近那个门，应该是。我现在已经以一种很神奇的姿势就是尽量的远离屏幕了。我应该是不会被吓到的。他如果是什么像那个C 君啊说的那个 jump scare 啊，他突然吓我的话没有办法。现在我们应该就是进了门，出去了已经。我们等个5秒钟看有没有东西出来啊，五四三二一，没有东西。这，等一下，我看那边有灯，我看能不能打开灯啊？能打开灯。这个地方我们到哪里了？这个游戏没有任何恐怖要素啊！我看这个写的什么东西啊？Recently, we requested anonymous call from your friend after help. Please check it out and let me know what happened. I hope everything is okay. Have a nice day. 什么呀？这是一封邮件嘛？信应该是。什么我也看不懂嘛，什么 call from you，什么 for help，去查看它，让我知道发生了什么。我希望所有事都是没有问题。我能回去吗？看来是不可以了。那我们走左边的门好了，锁着的。我知道，只能下去了吗？好，我离屏幕远一些哈。让我给我一个机会，给我一个机会。我现在可能麦克风可能能不能录上音，我也不知道了。但是，我已经离屏幕非常远了啊。如果让我去玩恐怖游戏，我可能会放小屏。但是我实在不知道这个恐怖游戏，我又开始录这个视频了。我怎么，我不，我也不是说多么的疯吧？我觉得这种游戏就是会突然蹦出来个东西吓你啊，非常的恐怖。我们看这边右边有两个东西可以调查，我们先调查第一个。Where I can't, I can hide，快藏在里面。朋友们有意思了，看来这是有追逐战呀，可以藏在里面啊，可以藏在里面。我们进，我们进入这个门啊，进入这个门。哦，
生什么了吗？我现在已经进了这个门里了，我现在离屏幕非常的远，应该什么都没发生吧？这是浴室吗？应该是浴室。我现在离屏幕非常远，我现在很想把这个电脑声音关了，然后去离得远一些，去做这个视频，但是。那这观众朋友们应该是听到那个背景的声音的啊，所以说我们从第一个开始调查啊，我们去，我点完第一个我就马上把眼睛捂起来。发生什么了吗？没有吧？我那个是出来的门啊，看来是。我能不能后退啊？我非常想回到刚才那个房间看一下啊，但是现在好像是找不到那个回去房间的那条路啊。这个游戏的显示是有问题的，我这个应该是我屏幕的问题啊，它显示那个选项和这个东西它是不一致的。我看能不能往上走，我们现在去到了三楼呀，啊，是我的房间，太棒了。啊，我叫做安啊，是一个学生啊，出生于2000XX年啊，叉叉月。啊，这里有个 How to Play 啊。哦，这个是叫怎么玩的是吧？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玩啊。我刚才应该拿到应该类似于手电筒的一个东西啊。但我现在每个键都不可能打开这个手电筒，打不开这个手电筒。那么先离开这个房间吧。不要吓我呀！上面已经调查过了，右面调查过了，能往下走了。好，没有什么东西吧？没有东西，好。没有手电筒呀，这个厕所里绝对有高能，绝对有高能，好吧，去厕所里要没有高能，我们来看镜子啊。这个地方不是镜子，是镜子。我跟你们讲，镜子里绝对有高能啊，我们先后退。不行啊，没有意思了呀，我这样玩游戏，大家只看到一个怂逼在这里玩，没有意思了。等一下，我把声音调小一点啊，不要让他突然吓到我，把声音调一下。好的，我已经无敌了，哈，没有任何的声音。等一下，观众朋友们，等一下啊。观众朋友们，我回来了。现在我已经完全的已经放了一首歌，然后缓解我的这个恐惧。我们来看这个洗手台，会洗出来。红雷安海德。我们刚才说的那句话是，如果我有一个杯子啊，可以看到我说的英语。Mirror 是镜子啊，刚才他说什么杯子是镜子的，我们哦镜子是调查不了的，然后这杯子这里要一个，就台这里要一个杯子啊，我们先退出去吧，应该不有高能吧，不要有高能好。开启一下，我一点也不害怕，真是一个关，能不能把它开开？让我去找一个杯子，我找不到杯子。这个游戏，我们先出去好了。不要有找高能呀，不要。我应该去厨房去找杯子吧，镜子没有什么吧。镜子连我都没有，哈哈，这就有点诡异了，小伙子。有什么事啊？我们来从这个厕所门啊，我们要下去啊，这个从第一个开始调查，我要开始调查了啊，第一个。有东西吗？没有吧？不是，啊，什么呀这是？That has been cost 1.71米啊，53克，什么玩意儿的？出来了，没有高能。好，我们来看第二个门啊，第二个门进去了。好，高能没有高能。不是有一个就哇 ，Red King。OK， 让我们拿了一个钥匙啊，但是这里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不知道呀、啊。来了，高能，
的来了、啊、没事没事，我挡着眼睛了、啊啊、不过是什么没吓到我啊，没吓到我、啊好，现在鼓起勇气接近了一下屏幕，看我的水平有没有问题。行行行行啊，没有问题。好的，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吓到我啊。我们现在离开这个房间。不要告诉他，不要。I heard the sound of 什么东西？我听到什么声音啊？我英语不是非常的好。我们来下楼啊，下楼。我们拿了钥匙了，是钥匙啊。好、哦、我们已经能用那个钥匙进去旁边这个上门了。这里是学校吗？我要确保一下退路啊。这不是退路，这里是一个密码啊。这里有几个密码，应该是打不开的啊，我们再打不开。这个地方要怎么离开呢？好、哦，我翻一下啊。啊啊，观众朋友，我不是在做效果，我可能是因为就一开始对恐怖游戏有一点，我当然我看别人玩恐怖游戏，我是没什么感觉，也是有感觉的，别人观众预警啊，别人去玩恐怖游戏，他是有高能预警的，应该是吓不到我的。刚才这种东西，我是没有高能预警，有什么恐怖的感觉？我的眼睛都很恐怖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说什么啊 ？She dead, dead， 他死了啊。With her right eyes pulled out， 啊，他的右眼被放在了哪里 ？She repealed the truth of the wire 啊，他什么东西正确的 ？Oh God, please punish them。Oh， 上帝啊，请惩罚他们。So we all feel get big day， 来，再见。有东西吗？我也被吓到了，可以说这回不是我也被吓到了。你不是骗我？好的，我好像出不去了，被困在这里了。怎么办？各位，时间稍晚，导师会，咱们下期再见。